当时释迦牟尼佛观察这一众生啊，贪嗔痴习气非常严重，都是一生两生无量劫来的，那要使他的转变他的习性很难了。所以他观察之后了，他感觉着在这个说法之中教化众生啊，就要说法了，就要教育他们了，让他们也都能够觉悟。在他观察了之后，总结的四点来教化这些众生。第一个，要想觉悟呢，得靠自己的努力。如果你自己不努力的话，你觉悟达不到。努力，一般的努力不行，得特别的精进，特别的精进啊，你才能够达成觉悟。在当时说法观察众生之后啊，佛总结说了四圣谛法，可寂灭道。但是苦有苦谛，谛是道理，谛是理，苦是现象。为什么苦？有道理的，造业才苦。寂呢是招感的意思，不是一苦两苦，招感了无量的苦，就是我们每人身口意说话，身体的行动，思想的思维，这总合体呀，就是你做了很多的语言行为，像我们一般的讲呢，就十业身杀道因，口里头呢妄言，其余两舌讷口，意念呢贪嗔痴，这十种加起来，佛在说法之中说的是苦寂灭道。这个在最初时候叫四圣谛法啊。那么佛说总的精神就是觉的开始啊，就是觉的开始。要把这个一切众生要使他都能觉悟，得断苦寂灭道。加个替字，替是理，苦的理是什么，寂的理是什么啊，灭的理是什么，道的理是什么，所以加个苦寂灭道的四圣谛，谛就是理。这是最初说法的最初根本的一个说法的起因呐、啊，说法起因。那么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对我们现在的时间2500多年了那个时候经他的千辛万苦的传播佛法，传播法那大家都知道啊，释迦牟尼佛是在印度说法利益众生的，那以后这个法传到所有的人类，那我们这就领受了就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都能领受，也能就是他的事业。他的事业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刚才的觉悟之法。觉就是明白，但是这个道理很深，人人都是明白的，人人本具佛性，本具觉。因为本具觉你迷失掉了，身口意三业所造的业呀，
把本来的觉悟啊迷失掉了，迷失掉了就成不觉了。从不觉开始闻佛法，这开始的叫识觉，识觉，经过识觉了，开始明白，啊，明白什么呢？要去脱离，要离些苦，啊，离苦你就不要做因，苦是果，即呢是招感，即是因。那你把它翻过来，要修道，修道就是灭苦。嗯，这两重因果，苦集呢是世间的因果，灭道呢是出世间的因果。论出世间的因果，消灭你世间的因果，这就是在我们经常明白的知苦断集，悟灭修道。知道苦了，也别再造了。明明知道是苦，他还去造业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大家最容易犯的，在语言上，语言呢，说没有意义的话，这叫绮语，一天聊天啊，说的一点道义、义理没有的话，叫绮语，和挑拨是非。当张三说李四，当李四说张三，净说别人短处，这叫两舌。但是口出讷言，说话是带那个不干不净的张语，骂人的话了，这叫讷口。说话没有真实的，就是虚假的，叫妄言。口里所说的妄言绮语，两舌讷口，四种讷业，身上所做的杀盗淫。不要认为啊身体坐了，在我们的小乘教义呢，就是坐了，坐成事实了，犯罪了。大乘教义，在我们的佛法传到中国来是大乘教义，大乘教义就深了，不等你造成事实，当你起心动念犯了。因为万法由心生，菩萨戒教育我们，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就犯了戒了，犯了戒了。就说我们的身口意三行一定要符合佛的教导，符合佛的教导，能够符合教导呢，就是觉的开始，开始了，身上不做杀盗淫，对，杀盗淫也没有，妄言绮语两舌讷口没有，意不掂量心不颠倒，思想上记不起贪嗔痴。这十个呀叫十转变了，加个不足叫十善业。这十善业是一切讷业的根本，你要想觉得达到了，这十种都是清净的，清净的就是善业。这个叫开始明白。校长给我出这个题呀，觉知教育太大了，这个题目太广了。佛的三藏十二部就是一个字觉，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一个字觉，它的反面呢就是不觉。对，那佛呢是究竟成就了，在我们现在能够初步闻佛法，我们从不觉当中开始觉悟，叫识觉，开始觉悟了。这个觉悟再进一步深入的学佛法，像我学了80年了，
我今年出家80年了，我开始明白这叫十觉，开始明白这个十觉呀、是从不觉来的。十觉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小学，但是从小学能够升到大学，升到我们的大学部分，这个时间很长啊。从不觉时候没有文化啊，读小学开始觉悟，是觉。当你读到大学，一直读到大学时相似觉，好像是明白了，实际上还是不行啊。相似觉不是真实的，从相似觉到分正觉，开始相似了，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呢？明白生死是怎么回事儿。这从迷中开始觉悟，叫相似，相似啊。等你相似再进行修，修到分正觉，不能成佛，叫一点一点一份一份的明白。分正觉达到究正觉，就是简要的说这个觉啊，在我们一些经论上讲，这个层次很多了，层次多了。因为我们最初开始的时候迷的时候，一念不觉就产生了三种，产生什么三种呢？一念不觉生三系，三系呢就是业相、转相、现象。要达到业转现三相到什么地步，能够断现象的时候，八地菩萨；断转相的时候，九地菩萨；断业相的时候，十地菩萨，就是文殊普贤呀、观音弥勒呀，这都是十地以上的菩萨了。七地菩萨以下的叫智相、相续相、知取相、记名字相、企业相、业系苦相。现在我们现在的地位都是被业所系住了，就是你的业解脱不了，解脱不了，你不觉，没得智慧，就是什么都不明白。觉悟是明白的意思啊，你不觉嘛是不明白。但是从不觉当中呢，开始学佛的教导，再一个就是这个题目的觉悟教育，教育，育是育之培育的意思。教呢是语言，有些个言教，有些身教。然后佛弟子分成四众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出家的二众比丘、比丘尼，在家信佛的优婆塞、优婆夷。男众叫优婆塞，女众优婆夷，就是善信男、善信女。在这个四众弟子当中，刚开始觉悟，刚开始觉悟呢，就刚接近佛法。觉就是佛，觉知教育就是觉的方法。对，对，让你从依着这个方法去修炼，修炼，那逐步的开始进步了，开始。那最初开始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受苦，是招感来的呀，是记来的，把种种的业记到一起受报，苦是报，记呢是因，
因为你造了种种的业，才受现在的苦报。这叫世间因果，因为你造业了，就受报了。因为你遭际很多，做了很多错误事情，所以你受苦。这苦可多了，我大致提几个就是了。生了病死，人人生下来痛苦，这个可能忘记了，生下来就忘记了。但是生老，老的苦啊多了，啊，大家看看老年人，那这不要解释，大家都明白。害病，任何人都要害病的，没有没病的人。释迦牟尼佛也是先病啊，害病就苦了。死，大家怕死，一切动物生有情的东西都怕死，那必然是死，这不是怕也怕不来。但是有的死是苦难，这个大家都经过的，每位道友都经过的。耐别离，你最相亲相爱的人非分开不可。举个例子说吧，我们台湾道友的小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，那亲人呢离开了，这不是离别吗？这个离别还可以相会了，他死了呢，那一别就永别了。但离别是非常痛苦，对，生离死别啊，这个痛苦大家一般的都经过。那个人必须要离开，冤家离不开，怨憎会苦，冤家有一句头啊，我恨你，你恨我。还有一个求不得，人人都惧，你想求的达不到。像我们出家人，世间一切享受全舍掉了，为什么呢？非得求成道啊，求成佛呀，求不得，求不到，苦不苦啊？叫求不得苦，害大家平常不大啥知道的，五蕴之盛。咱这肉体的结合是色受想行识五种结合到一起，每一种偏大就苦了，这就跟病有联系，跟病有联系啊。咱们这肉体是地水火风，叫四大种组合的，皮骨筋肉是属于地，体土便利是属于水，除了洗啊，是属于空，没有空间你活不了啊。根，根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五根，五根加上外头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这是个总体，我们这身体是个总体。他们不调和了，水大多了，那你还种种病；火大多了，发烧发高烧，地大多了，长疮啊，骨质增生啊，哪一大不调，那就很严重的病了，所以八样啊，逼迫你苦，叫八苦交煎，对。除了这个苦，这个五蕴之盛的苦之外，那苦的事情很多。你跟人交往不顺心，你也苦了；做贸易失败，为发财还赔本了，你也苦了。
你的工作人员上下级关系不好，你也苦了，你这一生啊苦的事儿太多了，怎么样断他？认识他，苦的性是假的，苦不是真实的。我上来讲的一些法全是假的，没有真实的。但是不认识他，被他所迷了，迷了。假使你认识他，他迷不到你，你不苦了，一切苦都断绝了。苦没有体性的，不是真实的东西，可变化的，可消灭掉的。这个教育就是觉力教育。问题是什么呢？你不认识他，而且被他所转，你就给这些苦难当奴隶，苦难是主人，你能不苦吗？说你怎么样子才能断苦？你别招了，知苦断迹，悟灭修道。你知道苦是怎么来的？是你自己招干来的。那你怪谁呀？只怪你自己。人说自作业不可活，你自己造业把你自己处死了，你活不了了。但是我们觉明白了，认识他了，认识他了，不受他的伤害。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身体是两个东西，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东西。佛教导我们有觉觉痛，你有个知觉感觉，感觉痛，这个痛啊，痛不到觉，无痛痛觉。你感觉着痛，能感觉痛的这个感觉不痛。来举个例子吧，大夫到医院看病，他给你开刀，动大手术，他先给你打麻药针，先把你神经啊麻药了，那他开刀干啥你没感觉了。就是不打麻药针，你自己把你精神和物质分开，跟你神经系统啊，跟你的肉体分开，这修道人所必须的。觉悟了，明白了，肉体是假的，不是我，肉体不是我，信吗？讲个故事啊，我经常爱讲故事，大家明白故事就好了。你现在钟南山有两位老和尚修道，在山上住了好几十年了。有一位老道友啊，他这个住了这一点也没明白，我下山拆学拆学去吧，啊，跟别的善知识啊求求去。那他这个道友呢说，你的功夫已经差不多了，你不要走啊。我讲故事讲故事啊，大家别做故事听啊。做什么听呢？觉，我说的是觉啊。那这位老和尚就下山了，走到潼关，山西潼关一个乡间住个店，那走了很乏很累了，就盘腿啊，就坐正了，论功夫啊，修禅定啊。这一修禅定啊，他就入了定了。那个店主人看这个和尚今天也不动，明天也不动，三天都不动，一闻他鼻子没气儿了，听他死了，就把他抬出给火化了，烧了。这一遭了麻烦来了，他的神呐、啊，神识回来呀、啊，找不他肉体了，他就我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哪里呀、啊？在这个店里就闹鬼了，闹鬼谁还敢来住啊？他没来住，
那这个消息就传到山上，他那个道友，他那个道友那个老和尚，哎呀，我这个道友遇难了，遇到劫难了，他就下山，顺着他走的道路走，就找到这家店里。这店里本来也没什么客人了，他说他问那店主任说：“你这个店为什么没客人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这个店里闹鬼呀、啊，你怕不怕鬼？”他说：“我是来降服鬼的，我就来降服，替你降服那个鬼。”那店主任听得很高兴啊，你把鬼给我降服了，我们这店不就很好了吗？他说：“但是有个条件。”说什么条件呢？说你给我准备一大缸水，再堆一堆木材，劈柴啊，像木头材料。晚上啊，你给我点着。赶到夜间了，那鬼又来了，问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。那他这个老道说：“你在水缸里头呢。”到水里一浇那个水没有啊，他说倒到火里头，他就倒到火里头去浇，他说没有啊，哪有，他说你入火不焚，到水里水烧不到你，入水不淹，到水里也淹不死你，你要我做什么的。哈，他开了悟了，开了悟了，就是明白了。明白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题目绝，我们就是欠一个绝和不绝。这一不绝呀、啊，就一位一位一位。我刚才讲了业转现三相：知取相、起业子相、记名字相、业系苦相。这一执着，越执着越出，越执着出，什么什么都计较，那就好了，你受苦吧。身体不是我，把它当成我，啊！如果你精神和物质分开，那你就那个肉体所感觉的跟你精神没关系。这就我们讲到，等你要觉悟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还迷了。迷失明明有六曲啊，天人地狱恶鬼畜生修罗六道轮回，一样也不少。迷了悟了呢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等你觉悟之后啊，大千世界全部没有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就这一个觉字，就是三藏十二部大乘教义、小乘教义，全是一个觉和不觉。而这个觉字的范围非常广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有的教育，一个字觉。我们从不觉，就是现在嘛，都是这个位置不觉，开始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呢？明白了，一切诸法无常的呀，空的、假的、肉体假的，要消灭的，它是死亡的。但是我们这个死亡的当中，有个不死亡的，引得到吗？要能把这个不死亡的引到。成就了，究竟的明白了，是佛，就真究竟觉。但是三贤十地的菩萨，他叫奋正，三贤位的菩萨叫相似觉，十地的是一地一地到十地，叫奋正觉。咱们呢，开始觉，我们也开始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呢？明白了生死是假的，
没有生死。怎么样能做得到呢？叫什么？绝地教育。绝地教育是从你开始信，相信什么？佛所教授我们的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，生灭是假的，那还有一个真的，真的是什么呢？不生不灭。但是你要认识真的了，这个就开始明白了，明白了不行，必须得正德，正德了就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明白了我们一学习，从文字上明白，你还得真实体会到啊，把它能用到什么呢？用到一切生活，用到你学习。等你学习到真正明白了，一切发展事物的起源是什么？就是心呐。什么觉呢？是心觉，很觉。咱们虽然迷了是众生，但是我们的心跟诸佛的菩萨的心，跟文殊师利、普贤菩萨、比丈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我们跟他的心是一个的了，没有两个的。他们是明白了，我们还现在没明白。没明白，我们知道这个明白的道路怎么走。那不就开始吧，学佛所教导的，我们真走啊。第一个认识，我们的肉体是假的，不必为他把你牵涉住。知道肉体是假的，为什么还要为肉体的贪恋犯很多错误？求享受啊，求难易啊，越难易越不难易。那我们要想明白，你要把你的心明心见性，这句话不是空话啊。达到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不是一百年两百年，多生累劫。要想明白，开始得相信。你连信都不信，你怎么明白？相信一个明白，一个不明白。那么现在是不明白啊，就是能达到相信这个明白不明白，你得多少事的关系才能相信。我从家到现在啊80年了，我出家80年了，现在我还没有信，没成就啊。那你出家80年了，当了这么多的年和尚，你还给人家讲经，你还没相信呢？没有。怎么讲呢？大家诸位都是信佛的道友，没入位，没入位，你信还没成就，是才是开始啊。开始觉了，这个觉没入位啊，是开始而已呀。那有标准没有呢？每位都有标准。什么样是信心具足了？有标准的。当你思想一不对，觉知前面起呢，只其后念不起，入了心位了。思想念头不对，马上就止住。念头刚一发生，这个念头不对，马上止住，不让它相续。
学着前念起乐，只是后念不起者，心成就。咱们做得到吗？心成就了，实心满了，到了什么位置？到了初步的住在觉上，觉之路啊，讲着觉的路线。初入菩萨住在觉悟上，相似，跟佛相似了，叫相似佛。那咱们现在大家是什么佛的？礼即佛，在理上我们跟佛一样一样的，在道理上讲，在心理上讲，与佛无二无别。但是你离了，把你本来的们跟佛无二无别的迷掉了，不是死掉啊，是迷。不像你一个东西丢了，丢了那叫死掉，所以迷了找不着地方了。我一件东西搁到哪儿去了，找不到了，这叫迷了。咱们的佛性迷了，没有丢失掉啊，所以我们都能成佛，原因就在这里，迷失掉了。那现在一现信佛，把迷失的回过来，相似的找到了，实际上还没找到。但你信佛的达到实信位的菩萨，他有什么境界相呢？证了初住，有神通了，神通还很大。先说登了初住位，他能化身成佛，化现是佛，到很多世界度众生，这叫三贤位的菩萨，十住十行十回向，三十位，初入到十住，初行到十行，初回向到十回向，三十个位数。这三十位子满了，登了初地，与佛无二无别。得了一份二地是两份，三地是三份，到十地菩萨了，跟佛无二无别了，还没成佛。为什么？还有个根本无明，是吧？八地菩萨断现相，九地菩萨断简相，十地菩萨断业相，在华经还讲个十一地，就是普贤文殊观音地藏之十一地菩萨，还没有究竟成佛。等你这个都断了时候，一切无明都断了，就是究竟成佛了，与佛无二别。但是我们经常学初发心是成正觉，入世二心初心难。成佛呀容易，但是最初进入佛门生信心可难了，难了。那么作为道友啊，应该很庆幸啊，你现在能闻佛法、信佛法、相信，决定能成佛。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信是一直成道的根本，由信才能进入。信了你就求了，一步一步求，就要修行了，决定能成佛。虽然本具有，失掉了，没有入处。那如果是我们很多，我们在大陆上，我跟他们讲，我们那人行啊叫人民人行，人行是人民的。我举这个例啊，哪个人民能到人行去拿钱呢？你有作用吗？办不到。人人是佛，
你能起到作用吗？不兑现呐、啊，这个佛是不兑现的佛呀，还礼记佛呀，那佛的神通妙用，你一点边还没沾呢。这个道理应该明白吧？但是你要修，修，学了之后，这个路怎么走？一步一步走，没有超越的。我们经常听的禅宗的道理啊，顿超直入，立证菩提。当他顿超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间顿超了，知道他无量劫来修的顶果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，自己不知道自己啊。我拿我自己来比啊，我连小学都没毕业，小学程度没有，但是我在25岁的时候，我在北京北海公园，北海公园原来有几尊塔，那几个塔，北海公园有很多那塔，对，然后在那有个精舍，特许的特许精舍啊，在公园里头有那么精舍，在皇帝北海公园是皇宫里头的，不是一般人住的，赶到民国开放呢，作为公园，公园你得门票啊，你不是里头工作人员呢、啊、就是那个是特许的，我在那里住着，有很多逛公园的啊，有些老教授，那看你个小和尚，拿我开玩笑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呀？啊，跟我聊天啊，啊，后来问他几个问题呀、啊，啊，我说我出家了，我要明白呀、啊。他说你明白什么呢？我说明白，我为什么要生啊？生了完了为何要死啊？为什么要害病啊？说你明白了吗？我说开始明白了。那怎么明白的呀？我说我自己造的业呀，我自己造业，业就受报了。我说我读小学读大学完了之后就当老师，当老师就当教授了，我明白这是怎么来的。我说你明白你怎么当教授的呀？他我有学问呢、啊、我说你学问怎么来的呀？学来的呀。啊，我说为什么人家都学，你当教授，因为很多人当不到啊。他说没得智慧啊，那都不聪明啊。我说那你比他聪明一些个吧。我说不是这个问题，他就诧异了，不是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我说你福报大，你过去啊业障轻，你今生啊所以受报，有学问。我说能明脑袋瓜跟你不是两个呀，一样的呀，他也有学问啊，为什么他没入大学？为什么他没当到教授啊？我又问他，我说你教什么的呀？我教人文的呀。我说地理你懂不懂啊？他说懂一点，不大清楚，我不教地理。我说历史你懂不懂啊？你只能会一门吗？我说我们这个学的知识啊，掌握它根始根源，知道一切事物从业的发生，你造了什么业，受什么果，感什么报。对对，我说你看我小，我比你老的多了。哎，他你怎么比我老啊？我说我前辈子啊，我不是今生学的呀。我现在知道你不知道。我拿一本经给他念念，我念叫什么？他一念我就笑起来。我拿的是般若经，他念的般若，不是般若。我连字都不认识，你当大学教授啊？他说我这不认识，这明明是般若。我说明明是般若，你怎么叫般若啊？
我这俩字念什么呢？南无啊。我说你又念错了，那么你念南无。他瞪眼瞅着我。后来我们俩作为很好的朋友，这一切事物发生发展都有因缘，都有生灭，大家掌握一个生灭因缘。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什么是觉呀？你能够认识因缘，因缘生诸法，诸法是因缘生。就这么今天这么一个聚会啊，跟大家这一个小时，告诉我还有五分钟，那这个因缘就有五分钟了啊。简单跟大家说几句，说佛就是觉，觉就是佛，说谁觉悟谁是佛，不觉悟不是佛。觉悟什么呢？生死是假的，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全是假的，没一样真实的。再待一百年是这样的吗？一百年前没有华梵，哪有那个华梵呢？这是荒山，这个山都没有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这就是觉悟之道。缘生诸法没有体性的，遇缘了升起了，缘尽了散灭了。多结好缘，人跟人之间多结善缘，不要一天绷个脸的看谁也不死心，把脸绷起像谁该你几百块钱被给你是样子，不要见谁都欢喜。结善缘，这就是结法缘。你跟人说，人说学佛法干什么？佛法呀是觉悟明白的方法啊。佛是印度话，为什么不翻呢？因为没给人说全，印度叫佛陀耶，那佛陀耶才能翻中国话觉。就是我们今天题目觉，佛陀就是觉，我们大家都记住觉，谁学谁觉，谁修谁觉，不学不觉。